第17集，水坑里的小鱼。兔兔，你又找不到家了。不是，天气太热了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跑？跑起来就疯了，跑不动了，风停了。我的天哪，太热了。好热呀。河河，河河，我们去游泳吧。嘿嘿，好主意。哒哒，我们出发吧。看，我也有墨镜啦。哎呦，热死了。这么不优雅的姿势被人看见了可不好。哎呀，波波怎么停下来了呀？甜甜，你坐在这儿干嘛？人家在这里。对了，你怎么闭着眼睛走路啊？太帅太帅，我自带了墨镜，帅吧？怎么样？甜甜，我们一起去游泳吧。游泳，棒棒的。不过人家怕晒黑。交给我吧。这个给你。谢谢小鼹鼠，这样就好多了。出发吧。快到河边了，秦清凉，我来了。太阳，呵呵，你没事吧？这里的水太少了，小鱼没有水就没办法呼吸。那可怎么办？可以用手盛水把它送到河里，比比看谁的手大。看我手最大。等一下。水越来越少了。不行啊，这样没到河边水就没有了。我们需要一个不漏水的容器。荷叶不就行吗？放心吧，送完小鱼马上把荷叶还给你。不是那个荷叶，荷叶怎么了？荷叶它被我扎破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去那边。呀，
妈，呀，哎，妈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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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干了，爸爸，爸爸，哎呀，哎呀，剩下这么点水，怎么把小鱼送到河边啊？让我想想。嗯，有了，我们来为小鱼挖一条水沟吧。好主意，好主意，马上开始吧。嗯，啊，要挖土啊？可是人家出门前才敷过面膜。好吧，小鱼，你现在可以回家了。小鱼，再见。有空常来玩。再见。你说什么？大声点儿，我听不见。小心脚下。哥哥，哥哥，站住！也谢谢你们。再见喽。今天游泳算是游够了。说的是呢。现在应该是去洗澡，而不是游泳。瞧我这一身泥。看我的。嘿，哈哈，嘿，嘿，嘿。不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果然跑起来就有风了，哈。